哋公司咧就1978年成立嘅，咁最早期我哋就做吸索嘅，到過一兩年之後咧，我哋就攞咗迪士尼嘅 license 啦，就做嗰啲迪士尼嘅吸索模具，即係米奇老鼠啊嗰啲產品啦。咁再之後我哋又做咗啲忍者龜啦。咁當時個熱潮就非常之好啦，做到我哋1992年嘅時候就上咗市，咁一直咧就轉型就做多少少 tinsel， 即係聖誕嘅扭蟲裝飾啊，跟住又做其他唔同嘅面具啊，去到 Halloween 嘅產品我哋都有做，去到2000幾年嘅時候咧，我哋就開始收購玩具公司，咁就做一啲玩具嘅成品啊，做一啲玩具用嘅模具啊。咁你會見到我哋公司咧，你見到好多日本品牌嘅模具咧，都係我哋 OEM 嚟做嘅。我哋嘅經營理念咧，係要嚴格執行客户對我哋嘅要求，不斷提升產品嘅質素。點解品質監控對我哋嚟講咁重要呢？係因為我哋製造出嚟嘅成品咧，其實係要嘅客户可以有個感覺，就係我哋兩個 pass 拍入去係可以好完全地吻合嘅。如果完全地吻合唔到嘅話咧，其實個成品係未必砌得到出嚟，所以我哋對於呢個產品嘅質素咧係非常之嚴格嘅。我哋公司嘅優勢咧，其實係我嘅人才咧係我嘅最大嘅資產。資深嘅員工同埋資深嘅管理人，佢哋不斷創新，不斷要求進步。比如話，我哋2年前做咗一套大熱電影嘅航空母艦，用咗9個月時間咧。一直喺度做 R&D 咧，去研發一個高精密嘅模具，咁最終係真係成功推出喺市場度賣，咁亦都賣得唔錯。咁所以我覺得員工嘅專業知識係我哋最大優勢，我哋希望可以繼續努力為玩具業界咧作出更加多嘅貢獻。